那一个小时玩完结算，最多第一名就可以结束了。那边第一名就第一名。你要有 PK 的心情呢。好嘛，然后一个小时结束的时候呢，第一名决定要不要继续玩。那他等于是我第一名，交给你，这样一样，我不是笨蛋哦。他一样的逻辑呀、啊。不行啊。可以呀、啊。可以可以赶紧把。而且这个记录的那个 PPT 再拿来记录一个小时，第一到就最后一场。可以，你会赢的啊。要一打三的、欸，是不是？他、啊、今天请对书要怎么出？这种我问过很多。因为你昨天呛说你会赢啊。不会赢是，反正我不会正经的。啊，所以啊，对书要怎么处罚？那你刚刚说妹说吗？妹妹对书，妹妹说对书啊，对书。对书，我不知道、对书就要不要玩。对着镜头说对不起。不行，那你对书要怎么玩？好，那我就二分之一。好，就二分之一，好，好，可以。设定，跟你讲完就是不能最后一名。对，好，然后我讲一次到第一名。啊，这样可以，这样可以，二分之一，太厉害了，太厉害。要赢啊！下一局啊！没有，反正是我赢啊！铁子铁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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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、oh, ，我还慢了一拍出了。玩的有什么好玩？真的很无聊，这一张上哪里都是。喂，张老二啊，大伯的大伯。那我就大伯的大伯。你刚出二就赢了主打啊？他那是什么鬼啊？刚出二就主打，我喜欢慢慢玩啊。好。第一名，你还有第一名、第二名，两个都第一名了。你好烂哦！太水了。你现在又坠落了第一名。那还好不是？还好不是？哈哈哈哈哈。老二最大。啊对。老二最高级了。好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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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花园，花园，哇！哇！金色花。我赢！那我刚出二，他要赢压我了，就没办法出两支队啊。你要出牌，一般家都是输啊。你要出 A 级啊 ？A 级有吗？麻花羊，我赢一场耶，乱砸，最多要断后一场了。可以啦，有没有我赢的？我赢。你比我大，你有二呢，你有二呢，你还有 A 级呢，我没有 A 级呢，他是这样子呢，他还有一个 A 级呢，可以画一下，画一下，赢一场哦，赢一场哦。
天霸。对，先出队哦。霸哥啊，今天最后一名嘛。没有啊，今天我最后一名啊。对啊，对啊。今天哥哥就可以掰了啊。对啊，比赛连不住。对啊，还有烂的，没有，没有的，哎，干一张，我找不一样的，好，如果啦，然后一张，还有，那个走了，花钱啊，黑桃会出来，我就知道。告白。对。这个好小，这个好小。哈哈哈哈哈。拜拜了。